请掀开经本，他化天王寄送的第四首，寄送的第四首，我们将经文念一段。诸佛遍世言妙音，无量界中所说法，能以一言贤说尽，勇猛慧天直解脱。这是第四位，勇猛慧天王他的赞颂，也是他的修学成就的报告。在前面长行里面，我们读到的，他是得普世为一切众生所说义。那么从这个法门，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天王常常为大众讲经说法。在我们这个大世界，佛法里面讲的娑婆世界，也就是这一个大千世界里面，众生的根性都是耳根最利。这个说法使我们想起中国圣人在《易经》里面所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凡是同一类的，就很容易相聚在一起。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不是指我们地球，这大世界，在这个区域里面，有情众生大概都是耳根最利。虽然亦有这个像眼根利的舌根利的身根利的，但是总不如耳根。所以他才能够到这个世间，我们俗话讲来投胎呀。到这个地区来居住，这种情形就像我们世间人一样。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人，同一个种族，同一种生活习惯，同时用一种语言，它会聚集在一处。纵然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地区，它也会自然聚集在一处。像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都市有中国城，那几条街全是中国人。有日本城，那一两条街全是日本人，所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我们从这个小的现象去推想大的世界，无量无边大千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呢，都是从他们的根性，爱好相接近的，
自然就聚集在一起。所以有人问，人死之后到哪一道去？这个到哪一道去，谁在做主呢？绝对不是阎罗王，绝对不是天神，也不是佛菩萨，谁做主？自己做主，自己的习气做主，自己的嗜好做主，这是自己造业，自己受报啊！贪心重的都跟贪心重的聚在一起，那是魔鬼道啊！嗔恚心重的自然就跟那嗔恚在一起。这个喜欢善法的欢喜行善的，心善行善的，那么他们自然也聚会在一起。所以善人跟恶人呢不会聚集在一起的。这是所谓是恶一群分的，他一群群就是团体。一个团体一个团体这样分法的。诸佛菩萨遍是言妙音。这个就是说明佛菩萨在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只要众生有感，佛菩萨决定就有应。应的方式一定是随类化身，言说妙法一定是随机说法。随顺众生不同的根性呢，这样说法了，众生才乐意接受，能够理解，欢喜奉行。佛哪有一定的形式？连色身这个身相都没有一定的随类现身，虽然现身绝不执着这个身相，虽然教化众生也不执着教化的形式，所以他得大自在。真正所谓的是事先而没有染处，这个就是诸佛菩萨跟我们凡夫业报不相同的地方。诸位想一想，什么叫业？业就是染着嘛，染着才叫业。如果不染着呢，那就是事先。这个样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无为的，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还是无为，这是佛菩萨。言妙音，这个妙音里面含的意思就深了，不但深，广大
无边，加上一个妙字，此地特别着重在因，那换一句话说，是以我们娑婆世界众生为对象的，因是对耳根的，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字是个代表字，如果我们执着在因身，这范围就小了。所以这个因呢，是法的代表词。如果这里用个妙法，那意思就广了。其实这因实在就含着有法的意思在。因为用法，六尘都是法。如果用因呢，这六尘里的一种。这是这个范围就小了，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这个记子里面所讲的第三句所说，能以一言行尽说，那这个因的就是广义，不是狭义的。底下第二句讲无量界中所说法，能以一言先说尽，祝福在十方世界，演说无量无边的妙法，在时间上讲呢，无量界中所说的一切法，一句话就能说完了。这个才叫圆满呢。从这一句里面，我们看到华严教义里面所谓一劫是多，多劫是一，一多不二。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句话可以说无量劫也讲不完，你翻过来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经典上任何一句任何一个字，你要说它的意思，真的无量劫说不完。为什么？因为它称心，字字句句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它跟自性相应。再跟诸位说，不但是佛的经教字字句句与自性相应，事出世间，大家想想，哪一法不与自性相应？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真庄严，唯心所现，那个心就是自性。既然是唯心所现了，所现的一切法都是自性，只是我们今天迷惑了。我们迷了自信，迷了自信这句话怎么讲？不了解眼前所有一切诸法都是自信所现的，都是为识所变的，
为识所变，只能变他的相，不能变他的性。那古大德用这个精跟气做比喻，以精做气，气气皆精。你可以用精造成许许多多的器皿，你不能改变它的精的体质，不能改变。为时所变，就改变它的形象啊！我用黄金造一尊佛像现在我不想供养这个佛像呢，我想供养一个菩萨像我把这个金融化，再塑造一尊菩萨像，这是为时所变但是那个金的分量还是那么多一尘没有改变的心性识变不能改变心性。那么由此可知，识变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哪一法不是自信的？自信也叫做法身，也叫做法性，哪一法不是法性？哪一法不是法身？如果我们从这些地方真正觉悟过来了，明白过来了，大慈悲心才能现前呢，清净平等觉也就能现前。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啊，大慈大悲是他受用啊。我们今天是做一点善事，人家一称扬就得意忘形了做错了几桩事情，人家责备我们几声了几天都在难过，这种现象是迷失了自信的，这是凡夫啊。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归纳起来，还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这些现象啊。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免不了有过失。换一句话说，妄想执着越轻，过失就越少；分别执着越重，过失就越多。清净心中决定没有过失，诸佛菩萨得清净心的。所以我们讲啊，不造业了。十法界里面的众生都还造业，只有轻重差别不同。到一真法界了，我们才可以说他不造业了。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要明了。到一真法界时，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只还有无明没有断尽而已，无明破一分了，见一分真性了。
正一分发生。什么叫正一分发生？真正明白，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心跟识就是自己本人。所以才觉悟到，真正觉悟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我们对一切众生的爱护，对一切众生的帮助，还要谈什么条件？还有什么理由好说的？没有理由，没有谈条件的。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自他不二，自己跟别人不二，这个不二就是一体。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明白了，佛菩萨懂得了，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真庄严，没有一样不成心的。正报则一毛口，一报一微尘。这个佛在经上讲啊，破一微尘，除大千经卷，那不就这个意思吗？这是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一微尘你也说不尽啊。这里面的理事现象都说不尽啊。以及一切。为什么说不尽呢？一微尘就是法性。而且就是法性的全体，不可以说法性大又为成小，你有大有小，你落在意识里面，心性里面没有大小，大小不二，没有长短，没有前后，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都不存在，时间空间从哪里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在心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我们在白法明门里面读到，十分方分，十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时间，方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空间。你看这两类列在哪个法里头？他是把它列在不相应刑法。什么叫不相应？与心法不相应，与心所法不相应，与色法不相应。可是有这么回事情。这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从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佛告诉我们，心法、心所法、色法，依他起心的，这是原生之法了。假的不是真的。不相应心法就更假了。
仅仅是个抽象错误的概念而已，绝对没有事实。而我们一切众生虚妄分别坚固执着，认为这个东西是事实，这个妄想执着牢不可破，所以自己给自己画圈圈，自己给自己做障碍。我们的能力受了大障碍，本能对于过去无始未来无终都清楚都明了啊，都知道啊，现在全不知道了。明天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啊，过去的事情大多也都忘掉了啊，能力丧失掉。为什么丧失掉呢？因为你有分别，你有妄想，你有执着啊。但是这些东西是虚妄的，虚妄当然可以能够断掉，只要你肯断，你肯放下，这个事情别人帮不上忙，这是自己的事情。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自信的本能就恢复了，你就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这四个字意思很深，不好懂啊！单看这字面上四个字没有办法理解啊。明心见性，事实上的真相是根，宇宙啊，我们佛法讲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融合成一体，这是明心见性啊。如果不能融合成一体，那个明心见性是解悟，不是证悟。证悟是一体，水乳交融啊，分不开哪是水，分不开哪是乳，变成一体了。这个是佛菩萨所证的境界。正如这个境界之后，勇猛会天王这个赞颂的意思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那么祝福这意思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祝福是指谁呢？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就是祝福。所以佛在经上说，菩萨成佛的时候看到大地众生呢同成佛道，情与无情同源种智，那明明这些众生还是凡夫吗？还在造业，还在搞生死轮回吗？他怎么成佛了？这话怎么讲法呢？还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原则，境随心转。到你自己成佛的时候，所有这外面境界的时候，统统都转过来。
他没有转，你转了。譬如我们一个人生没有觉悟的时候，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这细胞自己认为是自己，另外细胞是别人，分自分他了。这彼此能合作就算不错了。觉悟过来之后才晓得，这每一个细胞原来是一个自己，是一个人呐。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人呐，你怎么在里头能起虚妄分别呢？起虚妄分别错了，错得太离谱了。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己，全是自信变现的，一念心现的，那个一念心现就是诸佛。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他们所一切的现象，那就是在一言妙应。他们心里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一言妙应。那么说一言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是有善有恶。善恶是从分别执着里面显现出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善恶也了不可得。一切相对的法都不存在了，这是你自己真正的清净平等觉了。如果你还见到世间有善有恶，你没有入境界。但是一切众生所作所为，你清不清楚？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所以佛菩萨观察一切众生，一切这个现象的演变，只有一个迷悟。没有其他的。所以他真正的爱心才生起来。不会见到人行善，他就喜欢。看到人作恶，他就难过。那就是凡夫。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可是一切众生习气太深太重了，无量劫来的习气哪有那么容易醒悟过来啊？所以才要长时间的说法，无量劫中所说法，但是能以一言先说尽。你看看这个里面，长劫是长时，一言是短时。
这个里头显示出念皆圆融。一言断了，无量劫长啊！一言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言。这个里头的意思，说实在的话，我们还不能一下体会过来。为什么不能体会呢？还是自己的障碍太重了。烦恼重了，习气重了，没有法子体会。如果烦恼轻，智慧现前，你就不难体会。体会到之后想的，法法皆含无量意。佛经上字字句句无量意。我们访问天主教，天主教玫瑰经里头字字又何尝不是无量意。我们去看他们的中学小学，中学小学的那个课本上字字句句也是无量意啊。我们看到这个教学黑板上所有一画一点都是无量意啊。你能懂得吗？何以是无量意呢？都是自信的现象，那个相都是唯心所现的，都是唯识所变的。这个意思越说越深，越说越广，越说越不好懂。我们再把话说回来，让我们呢现在这个常识能够理解。容易体会，那我们就说，诸佛无量界中所说的一切法，这个一言呢，阿弥陀佛一句就包括了，这个大家好懂啊。确实是如此。古时候隋唐的大德，他们就我们凡夫之见来说，研究世尊49年所说的这一切经法，哪个法能够把49年所说的全部都包容了，那么这大家几乎公认就是这部华严经，所以华严称之为根本法论，一切经论都是华严卷书，也就是华严经的注解，华严经某一部分详细说明。一切经决定离不开华严，好像华严呢是这个一棵树它的根，它的本，其余一切经呢都是枝枝叶叶，不管大枝小枝，都离不开根本，它是一个整体。那么华严经的幕后归到极乐世界，最后的结论
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代表极乐的无量寿经。所以华严最后归到无量寿啊，无量寿经就变成第一，第一里面的第一了。那无量寿经再归到哪里去呢？就大家归到四十八愿。无量寿经实在讲就是四十八愿的说明，四十八愿的介绍。四十八愿以哪一愿为中心呢？第十八愿。十八愿是说的什么？十八愿是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临命终时生念一念就能往生。所以把最后归结到阿弥陀佛名号上。这是一句，一句展开就是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无量界中所说所说法。所说一切法都离不开阿弥陀佛这一句。如果诸位懂得阿弥陀佛这一句的含义，你就不会怀疑了。阿弥陀佛的意思无量觉，你想想看，无量觉能不能同时一切诸佛所说法呢？确实无量觉能同时。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就说尽了。从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演绎出无量界中所说法。这个讲法我们好懂。也容易接受。也觉得很踏实。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真真其如心性，那是一桩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们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求一个待业往生，消灾免难，真真是所谓死尽偷心，一心念佛。一定的好处。天王这一首的赞颂可以坚定我们念佛的信心。这个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利益了。再看下面第五首。世间所有广大慈，不及如来一毫分，佛慈如空不可尽，此妙音天之所得。这是妙音句天王。他的心得，他的成就。在长行里面我们读到的，他是得意念如来广大慈，正尽自所行解脱门。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道培禅师在此地揭露了，诸位可以看看
世间就是说的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这是讲大慈大悲了，不及如来一毫分呐。如来如果从相上说，圆教圆满的佛果啊，这从相上说，从相上说不如从性上说的好啊。如来就是一念自性，一念自性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由此可知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大慈大悲是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不是说哎呀你要发慈悲心呐、啊，在哪里是发出来的？是自性本具的德能，非常可惜这个世间所有的众生迷失了自性，这个包括十法界里面菩萨法界佛法界，十法界里面的佛都没有见性，见性就不在十法界，就超越十法界，那在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像我们这个经上称它做化身大士，所以天台家说得好，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即佛，一真法界里面化身大士是分证即佛，那个不一样啊！到如来果地那叫究竟即佛，究竟即佛意味也，而分证即佛呢，那就有四十一位了。华严经上讲，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分证即佛啊，所以在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即佛，观行即佛啊，我们凡夫是名字即佛，有名无实啊。可是六界里的头一个是理即佛。在理上讲平等的，没话说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那一切众生皆是真佛啊，这个跟前面说的诸佛意思是一样的啊，一切众生皆是真佛，理上讲的啊，所以在事上呢啊，那就有啊名字，有观行，有相似，有分证，这在相上讲。到究竟呢，那跟理完全相应，那就究竟。所以要晓得，大慈大悲
是信德。什么叫慈悲？此地讲那个慈，没有设备。慈就是我们世间人讲的爱。佛教为什么用慈不用爱？这是翻经法师善巧方便。爱是感情的，也就是讲的为识所变的。慈呢是唯心所现的，没有落在这个实性里头。所以慈是一个理性的爱，不是感情的。爱是感情的，情就有变化。绝对不是永恒不变的。经不起时势的考验。但是这个慈啊，超越情势的，永恒不变的。这个爱心是永恒不变的。无论众生是行善是造恶，这个爱心没有改变。无论这个众生是升天堂或者堕地狱，这个爱心也没有改变。这叫慈。所以慈是真爱。世间那个人讲的那个爱，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世间所讲的广大慈，跟我们凡夫所说的这个爱啊，确实又有一点不同。接近呢与这个理性，但是它是相似的，它还不是真实的。世间有聪明人，有明白人，知道爱自己，知道爱家族，这个就是他的智慧，他的德行提升了，他能爱家族，再往上提升，他能爱社会爱国家，再往上提升呢，他能爱这个世界，不但能爱一切人，还能爱一切动物植物。但是他没有尽心，他这种爱心也能保持很长，没有衰退，甚至于他的爱心不断的在增长，因为他智慧增长，慈悲心增长，可是他依旧在六道。你看六道，色界天人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广大慈啊，这是六道里的天人。
可是天人受命终了，往下坠落了，堕落到人间，堕落到卧道，那个心就变了。他的心不变，他就不会往下堕落。心一变了，有疑惑。头一个是有疑。疑立刻就迷惑了。迷了之后，自信心就丧失掉了。所以就往下堕落。这是我们知道，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为什么会堕落？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这个界限？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去体会。我们不明了，到时候也会像他们一样。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能够避免呢这一些天人的过失，我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超越轮回，能够超越设法界。其实这些原理原则真的是一句话说尽了，无量寿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五个字说尽了。但是几个人真正觉悟、真正回头，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所以回头是回光返照啊，想想我的念头、我说的话、我的行为跟清净平等觉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你是真修行，你功夫得力；不相应就错了，又迷了，又颠倒了，又堕落了。所以佛家讲修行的纲领呢，叫做观呢，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禅宗里面讲观照，提起观照功夫啊。观就是观念，照就是明了清楚啊，把我们错误的观念转过来。与清净平等觉这个观念是正确的。违背清净平等觉，我们的观念就是错误的。不清净就是污染，不平等就是分别，不觉就是迷惑。所以我们跟迷邪染相应，就是造轮回业。学佛、念佛，甚至于讲经说法，还跟迷邪染相应，那有什么用处？你所造的这些善事、好事，学佛都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都变成福报了。
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觉正境相应啊，这觉正境是三个字，实在讲是与当中一个字相应就行，因为一就是三，三就是一。我们净宗法门就是求净，能与清净相应，清净是决定不染污。二染污最严重的自私自利，这个事情很麻烦。只要有自私自利这个念头，你就没有办法摆脱严重的污染。念念都为自己，怎么得了？念佛不能往生啊！所以念头要换过来，念念为众生。决定不要为自己，我们这一生才有出头的日子。你看看佛菩萨为我们所实现的，都是实现的舍己为人。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一生为什么？完全为大众，为社会，为众生，绝对没有为自己，为家庭，为这个念头。有这么一个念头，就是明显染了。世间人迷而不觉，所以一切为自己，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为自己的享受，这个念头转不过来，在佛法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再聪明，也不过是修一点有漏的福报。有漏福报到哪里去想？不一定。诸位要知道，要能够在人道里面去享福不容易。人道是无界十善。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无界十善能够达到80分的标准，你来生可以不食人身，你这个福报在人间享。如果你无戒十善呢，80分达不到，来生得人身的机会很渺茫。如果你还有贪嗔痴慢，这个念头啊很深。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自自然然会起现行。那么换句话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来生往生到哪个地方的机会多呢？叫三恶道。三恶道里面也有有福报的，享福的。出生道有享福的，你们看看现在被人饲养的宠物啊，出生道享福，真享福啊！全家人都爱护他，全家人都伺候他，他福报很大，把他当宝贝看待。畜生身。
卧轨道里头也有享福的，是多财鬼。啊，饮食不愁啊。那我们这一生修行是不是想换来这种果报呢？这是要我们自己冷静去深思的。今天成佛作主或者是搞三恶道，都在我们现前一念之间，这个一念就是觉明。你一念觉悟了，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就是你这个念头转得过来转不过来啊。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可以顿悟，可以顿证。顿悟顿证是人，见悟见证也是人。顿悟不能顿证，见悟不能见证，都是人啊，都是自己，不是别人啊。妙音居天王在此地对我们的教诲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要问，我们也想顿悟顿证，从哪里下手呢？从大慈悲心下手。慈悲有慈悲的表现呢，我很慈悲，我爱众生。可是你所作所为，把众生的好处都忘掉了，那慈悲在哪里呢？我念念有帮助众生的心，但是念念要有帮助众生的行为，要落实啊。光是口里头喊的那是没用处的。说到要做到。我们今天会说不会做。所以社会上对我们的批评。佛教是自私自利的。你看人家赞美天主教。赞美基督教，他们真正有爱心，做许许多多社会福利事业。真正做到了牺牲奉献，社会人赞美啊。佛法是只会说大话了，说好听的，没有去做过。到这几年来，佛教才慢慢觉悟，而且还被逼迫着，社会的压力，政府的鼓励，实在讲也是压迫你，逼着叫你做慈善事业，所以佛教徒今天做一点慈善事业，被动的，我们看看人家做这个慈善事业，主动的。所以说老实话，他们那些这个外教啊，将来的前途比我们好啊。人家真的是善心善行啊，我们是口善心不善，行也不善啊。这个是古人所讲地狱门前僧道多，真有道理了。我们学佛，佛法是好，没真的觉悟过来，没有真的回过头来。
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值得我们检讨的。所以我们看到世间所有广大慈，真的不计如来一毫分，可是我们这个如来没有在，没现前呢。我们今天在此地讲的是理论的，所以决定不能够轻视其他宗教。在实际上，他们的修养他们的爱心他们的行持，我们比不及比不上我们对别人怎能够不尊敬？记者要访问，问我们为什么要捐钱给他们？他们觉得奇怪。我们捐这一钱，这一钱算什么？人家的社会做这么多好事情，我们捐这一点，他替我们做。做好事是我们的愿望啊，人家在执行啊，我们送这一点钱是帮助他，希望他做得更好一点。诸位想想看，他的功德是100分的，我们的功德是50分的，我们对他的时候不能够赠送，不能够供养，我们是一点功德都没有，我们哪里能比得上人？学佛要讲真话，凭良心讲话。你自己的念头真转过来了，才管用啊！我们今天讲，天天讲求生净土，讲往生，实际上正是李炳南老居士所说的：10000个人当中，难得2-3个人往生那2-3个人真转过来了，依教奉行。这个大多数人不能往生，有口无心，念念还是自私自利，念念还是功高我慢。怎么能成就？念念当中还是自己低，自己高高在上，别人都不如我。这个念头有。礼记，你们现在有个礼记的精华，每个人都可以看看。你看看展开第一面第二行里头，傲不可长啊，这不是说明这种骄慢的烦恼是与生俱来的习气，不用学的，功高我慢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大烦恼在佛讲的贪嗔痴慢贪嗔痴哪里是学来的我们看看那个婴儿现在是不满周岁，你仔细观察那贪嗔痴的现象就出来了古时候有好的老师，好的父母时时刻刻教导把这个烦恼控制住一点压住一点懂得谦虚懂得礼让，现在家里父母不教
学校老师不教，又遇到整个社会的竞争，竞争什么？竞争贪嗔痴慢，你那个贪嗔痴慢，我比你还高，他又比我更高，所以社会动乱，招来了许许多多的灾难。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从这儿来的。你造这个不善的因，它就有不善的果现前。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讲的非常详细。学佛是学觉悟啊，觉悟了就要回头啊，彻底回头啊，这才能超过天人，超过世间所有广大慈啊，真正回头就是与自信相应。就是把这个烦恼习气放下了，自己的性德现前了。性德里面第一个流露出来的时候，真正的爱心，能爱一切众生，像慈母爱他的婴儿一样，能够舍身，舍自己是生命，他也欢喜，他也情愿，他也甘心呐。所以我们看到诸佛菩萨，一切都为众生，没有为自己。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我们从形象上去看，生活都过得很清苦。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好榜样，他可以过富裕的生活，为什么不肯？无非是做个榜样给后世弟子们看呐。我们今天过的生活，比释迦牟尼佛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可是我们的心性，连个世间凡夫啊，修十善业道的人都不如，但是我们不知道惭愧，依旧是功高我慢。我们将来的前途在哪里？有没有想到？所以冷静的时候多想想。我们畏惧的心就能现前。佛说的，世间无常，过土为脆，这两句话在今天我们念起来感触特别深。转眼之间就是来世，来世到哪里去？有没有想到？再不肯回头，再不肯觉悟，不得了啊！清凉在此这个注解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佛慈称性，与一念自信相应的这个慈悲，这种爱，这个叫佛慈。
所以第三句讲，佛此如空不可净。为什么称心？所以他这个词，这个爱心，这个慈悲，是跟虚空法界一样大的，无有穷尽。这个慈悲落实是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所以它是平等的，没有污染，就是没有习求啊。所谓是于人无增，于事无求啊，它是清净的。你要有求，你就不清净；你有分别，你就不平等。所以佛慈是清净的，是平等的，称心的。他底下就有个比喻，若芥子之空，这芥子是芥菜籽，很小，投人之地即不可净。为什么称心？心不可净，所以你的爱心不可净。这个爱心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物，都是心的圆满的流露。所以在此地没有东西可以比了，如空不可净，用虚空来做比喻。那么空，此地也举了几个例子，普覆，覆是覆盖，普遍的覆盖，虚空覆盖了大地，覆盖了一切众生。慈悲像虚空清净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万物。第二个意思常摄，摄是摄受。简单的说，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所以与人交往真诚的爱心，不可以用虚伪，虚伪是假的，一旦撤穿的时候一文不值。常是常是永远不间断，它是信的。光荣，荣是包容，无所不容，虚空对于一切众生，对于大地，圆满的包容。底下是无碍，没有障碍，难坏无尽，没有任何一法能破坏，什么人能破坏虚空？所以这个慈心呢，就像虚空一样。幕后一句，无有穷尽。用这个空的意思来比喻称心的爱心。这个妙音聚天王从这个法门里面明心见性，其如佛的境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